2019年10月8日这一天，我来到了安大略省霍普港市内的一座小水坝。成千上万的三文鱼历尽千难万险回游到了这个水坝下面。因为水坝上游是他们的出生地，是他们繁衍生息的故乡，他们回游的目的就是要完成产卵繁殖后代的神圣使命。离故乡仅有一步之遥了，他们必须成功跳跃到上游。水坝的高度和泄水的流速几乎使所有的三文鱼都无法跳跃成功，然而三文鱼却坚持不懈地拼搏着，或到达终点，或力竭而亡。此举真实地展现了一种让人类无法想象、可敬可佩、视死如归的悲壮。然而，从安大略湖逆激流而上到达水坝3公里的过程中，浩浩荡荡的鱼群跳跃一步步台阶，顽强搏斗各种激流的场景也同样让人类难以想象。三文鱼如此无惧死亡，坚韧不拔，是自然界的奇观，也是奥妙。中学时有位老师叫我去观察牛儿吃草，从再简单正常不过的事实中寻找有用而新奇的东西，也就是哲学。当然，一切从如何观察开始，以正确的方法细心观察事物，这也属于科学的范畴。从安大略湖逆行霍普港内的加纳拉斯卡河流，最终要到达水坝就有3公里长的河道。根据三文鱼逆行的难度，可以把这3公里长的区域大致一分为三。河流和安大略湖交河口是三文鱼的入口区域，是第一区域。这个区域水深，流速也很缓慢，是最佳的休息缓冲区。第二个区域阶梯很多，一个接一个，而阶梯落差又造成激流湍急，给三文鱼的逆流上行造成关乎生死的障碍。三文鱼的坚韧不拔多表现在这个区域里，有的三文鱼搏斗成功可持续逆行，而有的则搏斗失败而死去。三文鱼冲破阶梯障碍逆行上游的方式看上去五花八门，但仍可归结于以下几种模式，似乎他们的祖先灵性在指挥着他们。第一种模式是强行直接游上去，成功的继续逆行挑战接下来的新的阶梯障碍，大多数是失败的，但都绝对不放弃，继续挑战，直到耗尽体力气竭为止。
第二种模式是直接跳跃到上游的跳跃模式。成功的继续逆行挑战接下来的新的阶梯和障碍，大多数是失败的，但绝对不放弃，继续挑战，直到拼尽自己的全部体力。第三个区域介于第二个区域和水坝之间，这个区域虽有阶梯，但普遍矮小，水流也比较缓慢，是三文鱼能够成功到达水坝下面的第二个休息缓冲区。这个区域的特点是水很浅，而河底几乎都是小石子，容易刺伤三文鱼。三文鱼在这个区域，与其说是逆流，还不如说是步步都要冲上去。这个过程有一公里长，而三文鱼必须不顾一切，不停歇地冲过去。
三文鱼的体量都过大过重，跟阶梯激流的猛烈搏斗，凸显力量之美，很有观赏性。然而，当三文鱼耗尽体力而奄奄一息时，所有的美都消失殆尽，留下的只有悲哀和叹息。不过，我观察到三文鱼也有相互保护和救助弱者的举动，这使我非常的震惊和感动。体力强壮的三文鱼一般都集中在河流中间，而体力弱的则集中在靠近河流边缘的区域。最弱的三文鱼则在最靠岸边的区域，而其他的三文鱼在外围阻挡河流，使得最弱者不被激流冲下去。这条三文鱼已无力挣扎，随时断气死亡。而几条三文鱼在外阻挡河流，保护着奄奄一息的它。这条三文鱼体力明显不足，而另一条三文鱼游过来帮它阻挡河流。这条三文鱼体力几乎耗尽，只好紧贴着河岸，以免被冲下去。同时，另外一条三文鱼在其上游帮它阻挡河流。而没来得及得救的三文鱼则只能被水流冲下去。在这两条三文鱼中，靠近河岸的显然是弱者，而另一条三文鱼在保护着它，避免被裹进河流中间。但弱者好胜，固执一到河流中间，最终撑不下去，只能被水流冲走。随时都可以看到，由于体力不足而被冲下去的一条一条三文鱼，再无法逆行上游。而他们的结局只能是等待死亡。对离世的人举行哀悼是人类的社会性。我看到在河底躺着一条死去的三文鱼，另一条三文鱼游过来，用嘴贴近僵硬的三文鱼口部，像是在默默交流，或者是在哀悼，其过程大概15分钟，而后依依不舍地离去，那情景好让我伤感揪心。人们似乎都有共识，三文鱼是有灵性的。既然有灵性，那么就没有道理怀疑三文鱼这独特的社会性吧。船在河流里之所以能够逆行，是船所能创造的综合反力大于水流的综合阻力。但是被搁浅在河岸的大船，其马达无论多么强大，却根本创造不出反力，因为螺旋片接触不了水。三文鱼在激流中能够逆行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三文鱼所创造的综合反力，一定要大于激流冲下来的综合阻力。阶梯激流的冲击力很大，而且水层很薄，
三文鱼能够接触水的空间极其有限。尽管如此，很大很重的三文鱼仍然能够激发出强大的力量，冲破阻力。我观察许久，仍然无法想象三文鱼是如何瞬间创造出巨大的反力逆流而上的，这是奇迹。不知现代生物学家是如何解释这种奥秘的，也不知现代的力学家是如何解释其力量的关系。三文鱼精神鼓舞人类，感动人类，人类更应该尊重和爱护这大自然中的生灵。